淀粉替代品，减肥也能吃得饱。我吃菜吃饭的时候，菜为主，然后可能我这一餐下来，我可能只吃十粒米。就是你平常吃不吃水果？我会吃水果，就是它可以从水果来源，也叫做一种淀粉。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，超市33频道。